我想起美國加州的油是最貴的，因為我知道在德國是很便宜，在亞利桑那又很便宜，在科里達又很便宜，我想就是加州，唉，真是攞命，唉，整到我的頭髮好像白色，我頭髮不是白色是黑色的，雖然我年紀是大，不過未到的時候，其實呢我都有兩三條白頭髮，不過我見到了我馬上掹出來，哎呀，還沒整到我頭髮好像白色的，我的頭髮不是白色是黑色的，還是白色，我要染下頭髮，哎呀，現在到了50了，我現在不想回家住，所以來了這個韓國 market 這裡走來走去，其實我還沒東西買，好像沒有，是沒嘢買喎，如果冇嘢買就要搵下嘢買啦，應該買咩先，或者要買啲公仔麵啊返屋企食啦，因為出去食好貴，都算平喎，幾包公仔麵都係5蚊到，食到一個禮拜啦，不過買邊種公仔麵先，哇，韓國烤肉，欸，其實幾多錢啊？呢度寫4.99元，呢度寫15.93元，幾多錢啊？呢度又係，下面寫3.99元，呢度又寫10.33元，呢度10.45元，其實幾多錢啊？可能呢個價錢啊，我又咁平啊，4.99元咁多肉。我好鍾意食韓國烤肉啊，等我諗下先，應該買咩呢？真唔知買咩啊，唉，冇所謂，加上我而家唔想返屋企住，因為而家喺屋企有兩個韓國女，咁而家聖地亞哥個 convoy 呢邊有兩個韓國大市場，我覺得依個比較好啲。嗰個咧係好差啲廣東話。另外嗰個咧冇乜咁多選擇。哎呀，真係要多啲講下廣東話。我有時講都要諗我要講咩。我好唔中意做 ABC 啊！唉，雖然我媽咪爹哋成日都同我講中文，其實唔係，我爹哋有時都同我講翻英文啊，好煩啊！佢每次同我講過英文咧，我都用中文答翻佢，我唔想，我唔中意做土子啊！係啊，係10元啊，4.5元啊！哎呀，整到大家都誤會，前面冇寫3.99元啦，我估都唔會咁平。我估到冇可能咁多肉，就係3.99元。喺韓國或者有可能，不過美國冇可能。堆旁邊咪得咯。Senior 哥最近好凍，所以今日同媽咪嚟食火鍋。哇，好耐冇食火鍋。喺台灣翻到嚟美國之後都冇乜食火鍋。叫咗一個臭豆腐火鍋，幾好食，不過唔夠台灣。有啊，入邊有。你唔好录啊！